Cloudy day. Hello. Hi. Hello. Hi. I'm Brown. Going to Damai sector. It's kind of raining now. Raining? Yeah. Hope we reach there and it's no rain. So it's just okay. Okay. No more. Anyway, Viva City is bigger than Aeon Mall. So go Viva City. Stay in my homestay. Stay in our Airbnb homestay. Yeah. Then you can see Abram. Abram! Tai Kuai! 2 kilometers. At the roundabout, take the second exit onto Q1-38. 下雨了还是？有下雨哦。对啊。哦，这下雨哦。对啊。哇，美耶，像外国的。没有，那是外国的，没有。所以要靠拉那边。 没有蓝天白，有些是乌云。什么呀？卡苏马尔，这个书很贵的。这个书很贵的。这个是我们什么河啊？真的大。嗯。有点这个。 有 event 啊，这边呢有马呢，哇，我可以去摸它，我感觉是小马的感觉，小马的，pony，它是 pony，好棒哦，我可以下去摸它们了。 你要下去啊？对呀，我看那些好可爱。嗯？嗯？等一下。Hello. Hello. Hi. 大只的猫。你看。 海豚太好了，这是小米现在最新的，哇美，好海滩，Damai Beach，像是兰高一的，可是不是，它不是老鹰啊，它是鸟来的吧？对，哇，美。 一望无际的海耶，我带泳裤来。不要下去了，刚刚才没有打算下去了，很肮脏。下完雨，它会站好。
哎呦，涨潮海也不是马上涨上来的，等一下。对啊，他没有人在玩，不行。哦，有一个外国人。很大。浪涨啊！我没有打算玩，你看他的水。昨天讲水母。外国人。Hello， 我们现在在海滩咯，就是 Downtown Beach 咯。Downtown Beach， 这个 beach 呢就有普通的沙滩咯。以后我们还会去更多岛啊，这个岛就可以带大家去看，马来西亚美丽的岛屿哦。看这，就还好啊，是来走走看是不错的，只是这个海。就有点脏，不够清晰，不过大致上都是还好，是看不到有任何，没有生物啊，可能刚刚下过雨，对，有岩石，没有螃蟹迹象哦，应该下雨都躲起来。这里拍照很美哦，好看好看，可以 screenshot。干净了。外面挤了，应该是咸水哦。很凉呀。小蟑螂哎，这是。海蟑螂，。这不是螃蟹，这是贝壳。哎，这是小螃蟹啊！你看，哎呦，这个好帅啊！你看，这个好帅啊！这是贝壳。没有，它会动啊！你看，贝壳会动的。你看会动，你看，它有脚哦，它在动，看到吗？可爱啊！水那边都有一只啊！你看。像潮哎。对，它很好帅啊！你看，看它，很可爱。你那边还有一只，你看，全部好帅啊！哎，我没有马上走，看到那边全部都是。大只的，那只有颜色的，还有配色。那只是很大只的了，可爱呀、他们。原来所谓的大只是这样。就是了，我以为是那种很大只。你看它在挖洞呀，它跑进去了，看到？这只，寄居蟹啊，它埋进去了，可爱呀，这只，它跑到这边了。啊，不见了，你看。我去吓它一下。巨人来了。看这只，哎呀，夹死了！你看，它夹死了，它很厉害。你看，你动来了，不要动它。Hello， 夹死了，它自拔。我在里面。你关掉它了。哎，你跟朋友一起哦。
要夹死啊！你看你们鞋啊。最后他们小智，我们还是走啊。他们这是他们 happy day。happy day 了。一不小心一脚踩死了。他真的是超小只的，都很，是吧？太小只了，巨蟹，嗯，巨蟹，巨蟹，嗯 ，hermit crab，